大家好，喺加入電視台之前咧，我嗰個性格咧就係好內向噶啦，但係入咗電視台之後咧，我就喺鏡頭前面就表現得好自然大方，即係例如話上堂嗰時咧就唔敢舉手答問題啦，但係咧而家就通常都會好勇敢咁樣舉手。三、二、一，action！ 来自慈航学校的陈俊毅、苏雨林。影片拍摄方面，我们要感谢学校的支持，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。莲花从淤泥中长出来，却干净清新，这就是周敦颐笔下的濯清涟而不妖吧。 今日我哋咧做個簡單嘅圍讀，大家記唔記咩圍讀？嗱，我哋未開始，即係未去現場嗰時咧，我哋試下讀啲劇本，講下個感情先。咁而家三二一 ，action！ 予不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这就是周敦颐笔下的濯清涟而不妖吧。 出淤泥而不染是说那个莲花，它长在水中，然后呢，它水底下全都是淤泥，所以呢，它是在它的梗上面，它的叶子上面是不会沾染任何的泥土的。我系周子琪，咁我系慈航学校五年级嘅学生，我叫做郭蔼儿啦，咁我咧今年就读紧五年级嘅，我系慈航学校六 A 班苏雨林，我参演咗《爱莲说》嘅短片。 到時候呢，你們去到實景嘅時候就可以近距離地去觀察一下那個蓮花。你們看那個荷花池呢，它會在公園的水池的中央。當其時呢，那個創意呢，我哋其實係想將佢當係一個項目式嘅一個學習方式去試行下嘅。因為小朋友呢，佢哋同學仔喺學校學習嗰陣時呢，只係喺課堂嗰度去學習啦。 咁啊，老師咧只有係借助一啲媒體啦，譬如話開個短片啦，或者係俾啲圖片去睇啦，去理解嗰個故事文嘅意思啦。咁如果係我哋將個課堂咧搬到去實景嗰度，然後咧對住嗰啲實景去講解一下啊，呢個蓮花係咩狀態啊？咁呢個咧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係更加容易理解嘅。咁我哋可以喐下，唔使坐定定喺度，你都會淨係坐喺度。 咁我哋啊，不如就模擬翻長白公園嗰一幕啊，因為到時出到去咧會好熱啊，同埋好多蚊嘅。我哋所以我哋要盡快拍完啦。咁你哋到時會有條大走廊，而家呢度係個荷花池啦。咁呢度嘅空氣就係嗰啲荷花池嘅香味啦。咁專業寫真應該喺呢度嘅，係啊。咁紅老師都要麻煩你。三二一。粉嶺坑乐园会以为粉嶺想法村附近，人类游水池。 粉嶺坑乐公园是以中国江南园林为主题设计的，而且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。咁我哋学校都好重视呢个古典诗文嘅推广嘅。咁啊，啱啱好咧，大会嘅主题都系要用古典诗文啦，配合呢个自然风光作为一个参赛嘅一个形式嘅。嗯，我闻到了莲花的清香。 我哋爱莲说就攞咗奖之后咧，咁我就好开心啦，咁就觉得我哋呢个付出系好值得嘅。咁我拍咗咁多片，我爹哋妈咪都有即系将一啲我拍过嘅影片咧，就系 send 俾一啲亲戚好友嘅去分享，佢哋都赞我哋做得好好嘅。 发生呢件事。
咁我始終都會將學業擺喺第一位啦。咁我會制定一個時間表，咁樣去合理安排啲時間去做一啲事情嘅。如果我嘅做功課嘅時間唔夠嘅話咧，我就會主動放棄我玩樂嘅時間。保護自己喺網絡安全嘅行為，就例如好簡單，一定要登出，識唔識得移除埋自己嘅帳號啊？咁就 very good 啦。好，搞掂之後可以冚埋玩嘅先。我覺得不會影響學習，因為始終將學業擺在第一位。Flight attendant need to be caring. 3, 2, 1, baby. 幾夜咯？你有幾難緊？睇你做啲咩啦，不如一四九咧開始啦，一四九。有時有啲撳咗。星期五嘅下晝，我喺校園電視台，我會做一啲拍攝啦，同埋主持。有時候咧就會剪輯一啲影片。最好玩嘅就係可以同我啲隊友啦、同學一齊分享自己嗰啲經歷啦，同埋我哋喺搜集資料嗰時咧，我哋會一齊傾下偈嗰啲。我問我啲消息叫先到，唔使話屋村嘅人，而家要上翻課室裏邊。好嘢啦！喺邊度？同啲學生拍片咧，就係好攰嘅，因為佢哋實在太過活潑啦。但係佢哋影響到我嘅就係、是。他們有很多想法的，很多很得意天馬行空的想法，還有他們令我都有了一點活力，因為我本身已經成人開始活力開始減低，但小朋友的天真呢是會令我升級了，我覺得拍攝那時候很開心。我會把頭髮有什麼問題先？老了有老請坐下，喂，找個位坐下。希同會和子琪呢一齊訪問小一的體育課先啦。係，我之後咧就係、是、個中心啦，就係、是、望下先，我都唔記得咗啦。係御林加子林嘅，準備好我哋出發啦，好冇 ？OK， go！大家好，呢度系国学中心。之后如果再到你讲嘅话，就对翻住咯。喺加入电视台之前咧，我嗰个性格咧就系好内向噶啦。但是入了電視台之後呢，我就在鏡頭前面就表現得很自然大方，即是例如說上堂的時候就不敢舉手答問題啦。之後我現在就又認識了很多朋友啦，在班裡面呢全部人都認識我，現在我在學校已經是一個小明星了。我哋而家嘅校園電視台咧，大概有二十位左右嘅小朋友，咁佢哋係分布喺唔同嘅年級，包括一年級。你估唔到一年級都有機會成為一個校園電視台裏邊嘅其中一個成員。好，我哋聽一個先。啱啱本身係邊個問嘅？你問嘅。哦，咁你問啦，好唔好？咁你俾個名佢。3, 2, 1, action！Okay, a bit louder on this line, guys. Good job, Danny. Dad, eat up. No, come now. I'm prepared for everyone, and you're in group. 我哋學校都係好著重一個兩萬三語嘅。咁如果係 from 英文嘅角度講咧，其實我哋係設計好多好多嘅課校嘅活動。除咗英語音樂劇之外咧，我哋都有一個小主持嘅一個計劃㗎。
因為我哋就希望學生就可以，即係唔好淨係覺得大人先至可以訪問人。其實學生設計問題，親手揸住支麥去訪問人都得喎。咁我哋嘅學生嘅反應都係好熱烈㗎，好主動嘅佢哋啦，係啦。Hello everyone, we are now in the hall. This is Paco and Athena reporting. Our race is for day tomorrow. Come, show us it. I got this. Trust me, it was so annoying today. Let's go.好重，拎咗落隻手度好重，之前都係手持嘅。好遠啊！隨機啊！佢唔要你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咁我哋就會去訪問同學啦，或者就係去拍攝一啲唔同嘅影片，或者去比賽嘅。就例如拍過 KOL 嗰啲古蹟嘅影片啦，或者係關於唔同科目嘅一啲影片嘅。主題是香港古蹟，而我們選的就是叫做王屋村古屋。咁我哋拍呢個王屋村呢條片咧，就主要想拍就係關於古蹟嘅一啲介紹啦，同埋知識嘅，都讓其他人就係認識更多關於古蹟嘅一啲知識嘅。例如話，如果有家長或者同學仔問依一座古蹟嘅話，有時就會同佢講翻介紹翻。呢個古蹟有成100多年嘅歷史啦，入面咧都有一啲咧中西合併嘅一啲嘅裝飾嘅。阿 Sir 就係幫我哋搜集資料，跟住我哋自己去寫稿嘅。熱唔熱啊？好熱，好熱啊！無敵熱啊！超級熱。多唔多出嚟拍嘢啊？多噶，多數都係學校嘅附近。你咪瞓咗咩？快啲瞓咗先。咁我參加呢個校園電視台咧，咁我就唔會覺得攰啦，同埋想放棄嘅。佢係一個我好中意嘅活動，所以我係唔會放棄嘅。呢個係我嘅熱愛，我會堅持落去，唔會放棄。To keep up